拆掉啊。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在雨里面听。这首歌其实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然后我觉得就是身为一个已经离开大学时期有一点点时间的人，然后我觉得特别感触很深刻吧。我觉得可以跟各位年纪比较小或者是学弟妹们分享，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每一个人生阶段绝对都是迷惘跟清醒一直交替的发生的。那我其实大学的时候，即使是到了快要毕业的时候，我都非常不确定自己到底会成为怎么样的人，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也完全没有想到今天的自己也还可以继续在做音乐，所以我觉得不管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风景，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或者是你什么都看不见，但是你要拥抱跟享受你每一个此时当下，因为这都是属于你自己非常独特生命经验的一部分。送给大家这一首《奇幻旅程》。时间能暂停，还要等待梦醒，而变成我的
谢谢大家。